熊什么呢？大事不妙。现在怎么样呢？换了一个。谢谢，明天记得带奖杯的，用爱发电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换了一个手机号，就是我刚刚用流量，流量卡用 WiFi，WiFi 卡，希望现在能久一点，久不久？耶，太好了。看，嘟嘟嘟，希望别卡。其实又卡，我要打人了。谢谢荧光海，我真卡。好，别吓我，我害怕了。就是。我今天本来有很多，就是有多几句话要说的，但是我看到前面的人，他们就是只说了几句，我就害怕我是不是我说的太多了，我就删减。明天会带的，本来我来完整的说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 GNC48TMNC 的张润。谢谢大家让我能站在这个地方，领取到了属于我们的奖杯，看到了，哦不对，领取到了我们的奖杯，看到了属于，然后谢谢大家给了我更多的自信。然后我想一下，因为这个是我，这是我写的稿子。然后我想想啊，还有谢谢大家给了我更多的自信。哎，怎么有点忘记了？谢谢荧光。然后站在这里的我是不是很好看？括号或者可以说站在这里的我好看吗？以后大家也要一直陪着我一起变得闪更闪耀。好，因为我当时一直在纠结是用那种肯定句还是疑问句，就是我很害怕我用了疑问句没人理我。我当时一直在问我说 Sora， 我说我不想说这个，我都不想，就是我不想说了，我因为我觉得有点尴尬。而且我才发现我镜头都没找到，我一直眼睛往上看的，有点崩溃，真的，我当时很僵硬。谢谢复戏的阿卡，真后悔，真的，我当时眼睛就往上看的，我后面才发现，我下来的时候发现，好像应该看那个镜头，我一直在看上面。不是，谢谢想幸福的人的用爱发电，谢谢，谢谢你。哎呦，我想想啊，当时我在怎么想的？因为谢谢蹦迪，就是我本来坐在下面很紧张的，我紧张的在那儿
扣手，谢谢荧光海。然后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可能太紧张了，上去我就哭不出来了。本来我是在下面还有一点想哭的，对，然后上去就哭不出来。不过也正好就是说了，我不会，我才不会哭。确实，幸亏没哭，不然我更不知道说什么。反正总而言之，辛苦大家。是，我真的差点，我很怕尴尬的。我跑回去也是因为我觉得我走路很僵硬，我就跑回去。我也不知道我跑没跑，是因为大家说我跑回去的。我都不知道我跑了，是，然后当时旁边马玉林前辈说："你怎么还害羞啊？"我是觉得，我当时是觉得尴尬，因为我走路很僵硬，因为我不会走路，特别是那个鞋子，我真的很僵硬，我很害怕，走得很尴尬。谢谢，对。我是缓解尴尬，所以才跑起来。真卡假卡，不准说卡，肯定没卡。谢谢荧光海，显得我很局促。谢谢蹦迪。而且我发现，就是性格不同的我就不说 E 人和 I 人，就是我坐在后面的时候，我都不知，就是我都不好意思看来的人，就是我就想要不要去抱别人，就是我就很，你们能懂吗？然后吴雨霏就是一个，一会儿又站起来，一会儿又站起来，我当时我的屁股我都不敢离开那个座位，我很害怕，我是很害怕我每一个动作。对，真的，而且我们那个位置就是迎接前面的人来，我都不敢，就是我都不好意思看别人，感觉好搞笑，就是对，谢谢汪海，主要是有的人就是很多也不熟嘛，看着别人我觉得好搞，好奇怪，好抠吗？嗯，还可以。我看看，谢谢。说什么话？看见说话好搞笑。哎呦，嗯。嗯，真的吗？说实话，我不觉得今天好看，所以还有一个原因我没有说，一个是觉得尴尬，一个是觉得谢谢荧光海，因为我没有睡，就是没睡，没怎么睡，然后脸巨肿，然后我就谢谢奶茶。嗯哼。好吧，哼，谢谢蹦迪。我明天准备扎那个头了，就是我，就是，那叫什么东西？筛选后的那个，筛选掉的那个，就是这个。记得呀，第一次速报就是39，谢谢荧光海。对，半扎怎么样？半扎卷发。好的，可以。
应该不会长，别卡，谢谢蹦迪。应该不会涨价，因为不是说，假如进圈了就会小，就那种小卡就会多一些嘛，就是会量会多一点，是不是？哦，千万别买青春盛典的小卡，巨丑！这个是我真的，我是乱拍的，当时因为当时怎么拍都丑，我就随便拍。然后很丑，真的，这个是真的，真的，你们真的是真的丑，那个是真丑，明天有人来我就啊算了，不行，我不能接受人家在我面前说，确实真的丑。我本来还想说明天给来的人看一下我那个图的原图，然后想想，好吧，如果有人真觉得丑，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。场线小，就是吧。就是一个，谢谢2022020416，谢谢 HS 的夜底，省略一下。深雪感觉很可爱，你们看到深雪了吗？别告诉我真的，你们看到了麻花辫那个深雪？不会吧？哦。哎呀，腿麻了，看到了，还没出吧？我也不知道。现在我用这个奖杯来当支架，哎，这个角度好尴尬。不会的，给你们看，就是我就是把奖。杯的这个，我把手机放在，你看，是不是？好贵的支架，你们看，它是这样子，然后把手机这样放在上面。高级支架。给你们看，我刚刚买了鸡蛋。就是我今天早上拿了一路的鸡蛋饼，一下车它就这样掉出来，掉到地上。然后，对，我的鸡蛋饼。然后我刚刚回来发现他那个店还开着，我就又去买了一个。就是它是一个鸡蛋加那个，好吃，五谷小润，五谷小粒，五谷小润，对呀，我也看。韩露、韩瑶，还有她的老公叫什么来着？哦，青春哥。对。什么梗？就是抖音的一个网红，你们看我的这个，6月份的，现在都还没好，
就是在上海剧场摔的，已经变成这样。对。当然不疼，就是上海剧场它的那个一个有剧场门口有个台阶，然后我以为是平地，然后就摔了。我不算是疤痕体质吧，但是就是好的比较慢。我还要讲一个搞笑的，就是 Soso 反应好快，就是我今天说他很像一个天鹅嘛，因为他体态很好，说天你好像一个天鹅，然后我说，然后他说你好像一个丑小鸭，然后我说你伤害我了，然后他说意思是你是我的女儿的意思。你们说他是不是他反应好快，我受不了，我都没想到，我都震惊了，是不是？我无语了。对，他反应巨快，我都没想到，确实。我不行，我还是蹲着，这个角度更好。我应该再过10:30我就关了。这个流还有点，确实，因为明天还要工作，还没有吃饭。明天好像很早就要起。主要是要做头发的话，应该4-5点就要起，5点吧。然后几点出发忘记了。对，很早，因为很多人做，就是要排队的。大家也早点休息，这样明天能来握手会的就可以精神好一点。今天怎么没有之前栽了？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没有勇气排队？有点不好吃了，因为已经感觉是白天的。可以给我带吃的吗？什么吃的？我也不知道，该吧。小丽丽家经常吃，哦，是。没事的，有可以说很多东西的。一切玫瑰，看到了。不过我就是后面我发现，怎么之前的那个。看见灯牌后面就看没有亮了，我要参加明年进去啊，今年都还没开始，十指相扣不行，我现在就声明了不可以十指相扣，十指哦被收了，好吧，这么可怜，本来就只有几个灯牌还给我收了。就是，是，那会还吗？对，有生日公演啦，是有个就是。不是星座的生日公演，哦，那就有两个生日公演了，一个是星座生日公演，一个是自己的生日公演。
不错。但是以前你们记得吗？谢谢银光。以前2020年之前，生日公演每个人都是自己的，已经被 PUA 了。而且正好轮到我要生日公演的时候改成星座了，是不是很无语？我真有点无语，就2020年终于我要生日公演了，因为我2019年没有办，然后轮到我的时候正好就改成星座，是的。放一首歌吧，放一首《怦然心动》怎么样？我听一下，今年可以吧？好的。对，我们的对歌是不是和别人的都不一样？而且我这次突然发现一首好好听的歌叫《猎梦》，我发现好好听。感觉《猎梦》好好听，之前都没发现。是不是很神奇？我们这个对歌真的很神奇。是的。嘿嘿，别人的歌都比较青春盛典，我们的歌就比较，衣服是我们自己选的，其实衣服真是我们自己选的，是不是比较完全不搭？快听，今年居然没有放歌，我记得去年都是，谢谢云望海，去年都是你走下来会放你唱的歌，对吧？好吧，谢谢荧光。挺早的，现在才10点，按照以前现在还在坐着，挺不错的。然后我本来今天就是忍住了很多时候想哭，然后就是在后面，一个是什么来着，一个是看见 Liga 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就是最后就是一个后辈来找我拍照，我当时就不知道为什么很想哭，而且他就是那种就是一直夸我们，然后对，然后我就很想哭，就在最后的时候。哭的点在哪里？当然了，就是觉得别人就是很那种的在你面前，就是然后自己也觉得就是本来自己也忍住了，然后确实
对啊，已经就是感觉自己已经变成一个前辈，就是很神奇。然后，而且还有后辈喜欢自己的那种感觉，就很想哭啊，就是。然后等你电话。谁？陈玉涵。谁跟掉的不是我？有。确实，晚上好。好的。有在好好长，相比于以前是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得继续，就是继续那个什么，谢谢巧克力。对吧？谢谢荧光海。是，而且就是现在就是很，还是感觉和之前一样，感觉自己虽然是变了，但是很多又觉得和之前一样，我感觉还是需要成熟一点。很多东西，秋千想要写什么？你这个问的有点儿突如其来。你这个问的有点儿暗度陈仓。你这个问的有点儿。不知所措，你这个问的有点儿莫名其妙，你这个问的有点儿颠三倒四，不是，关键是一个就是我还我不认识的，突然说想好明天签 to 签什么了吗？就是，等我想想，我多久发那个提问博呢？你们说是7号后还是今天或者明天发？为什么总是不用自己留话？因为我觉得我刘海不好看，因为我就是刘海怪怪的，我就想一直弄它。7号后。但是我也不会立刻就那个，我只是，你们说是现在就收集，还是7号后再收集？哦，不对，我们上次说的是要有门槛的。我等我，那就7号后吧。然后我到，哦，我过几天我把翻牌降价一下，然后大家就可以给我发翻牌。7号来问，你想问什么问题？什么方面？你是我，我这个是让大家问我，不是你问，不是我问你。哎，不对。哎呀，你这个问题真有点难住我了，我怎么有点说不明白了？你这个 这个提问博的意义就在于提问，不是提问，反啊，我在说什么？就是不是提问这个东西。提问除了这个东西以外的提问，主要是他来一句关于什么的，我他说问关于什么的，我的意思就是想说都可以。
哎呀，我的脚真麻的，我先起从坐起。不是我的鞋跟掉了，是王雨辰的。是王雨辰的。对。后面不是，哦，你说的有理。好吧，还是去那坐着。坐着吧。主要是这个是背光的呀。好，可以。哇，终于可以！哎呦，我的脚麻了，等一下。脚麻了。好的，谢谢。陈什么陈？于晨的皇冠，是不是？我有点不会读这个字了，突然。邓晨。谢谢邓晨的皇冠，谢谢。我觉得人不睡觉的话还是挺，就是那我好好做。状态还是挺明显的，我觉得应该看哪个，就是他那个黑眼圈比平时重的多的多的多。口袋直播有美颜，当然有了。当然有，还有大眼瘦脸，还有磨皮，不过用一下磨皮就行。我不开大眼，我也不开瘦脸，不过磨皮是很重要的。那想用的时候用不了就。对，我就开磨皮，因为妆会很斑驳。哦，所以你们觉得这次总选衣服是好看吗？我发现上海的也挺好看的，今天看了一下，觉不觉得吗？就是我觉得还可以，就是如果是我穿，我会愿意穿，因为是粉色，我还挺喜欢的。谢谢荧光。就是可能 H 队没改之前那个是真的，我当时看到有点崩溃。还没看到高清版，看了一个老师。但是后面现在就现场看，发现挺好看。你们已经看了 H 队的原本的，我感觉完全改了吧。H 队原本的就这儿胸前是一坨花，就是像那种花滑运动员穿的。谢谢 Happy 小狗的夜蝶，谢谢。哇，这的光还挺好。我要把我的奖杯拿过来。怎么样？还是拿到这儿来。拿到这儿来，还是这样子吧，好搞笑。还是这样子，就是露一个它的翅膀。劳斯莱斯。你这么一说，还真，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。
谢谢徐宇的荧光。你还是要睡吗？睡很不易露出。露出。今天就是到场馆那边，然后因为润昨天充气床嘛，然后哦，太那个了。缩在一起，然后我只有上半身躺到，然后下半身就是在地上，然后腰不舒服，找了个鞋去垫。谢谢荧光海，放一首歌吧，又放一首歌。找一个地方睡吧。重吗？其实还好，还行吧。给你们三展示一下。主要是我觉得这个，看这个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把这个螺丝拧下来，它就可以那个，它就可以取下来。其实不重要。我才不拧呢，谢谢荧光海。是这个算是什么呢？铁不算铁，钢也不算吧，我也不知道。谢荧光海，合金哦，是，应该吧。五谷小润，五谷小润，主要是我一直我知道我起杯这个字是就是大家经常说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梗，就是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哦，我知道是什么梗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因为你不看五谷小绿，你看了你就知道。怎么八点十？啊，现在不是9:20。抖音上一个网红，跳舞累吗？其实不累，我只是等待的时间有一点累。谢谢邓晨的皇冠，谢谢。对，差点又想读鱼字了。哦，哎呀，在说那个梗啊，我还说现在才10:26。哎呦，我不好意思，我准备握手会的时候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合照，因为我不好意思在台上合照。好的，那我们再过4分钟就关，明天后天再直播吧，大家辛苦大家，可以。就是心里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了，大家可以就是不用那么焦虑，辛苦大家了。
突然想，就是我在直播前我在幻想我要说什么的时候，我还挺想哭的，可是我直播的时候现在又就是觉得不应该哭。是，主要是想到就是感觉很辛苦大家，就会觉得有点想哭，特别是就是大家，哎呦，就是，工作，然后又给我打分，我觉得很还挺，就是觉得。好。差点为你尴尬哭，为什么？才不是小事呢，这是很大的事儿。是挺突然，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最后说吗？是因为我最后都就是我本来那个词是在准备在中间说的，但是呢我又觉得我又说的太少了，我不说呢又会觉得就是因为上台前索拉说叫我一定要说，因为我在那儿说了好多遍，然后我就在想我真的有点不好意思说。对，我很就是觉得本来很不好意思要不要说，最后就是鼓起勇气还是说了。不过就是也很谢谢大家能回应我，我当时真的很害怕，我害怕就是鸦雀无声，我害怕我说了之后大家沉默了，是不是想很多？很搞笑，我就害怕说了之后沉默了。